虽说他这是当选之后首次的正式访问东盟以外的国家，但其实去年他就已经借联合国大会机会非正式的访问了美国。不过也要看到，这位马克思总统与美国的关系比前总统杜特尔特要好得多。大家好，欢迎收看丝路话语，我是李明四。菲律宾总统马克思3号晚上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是他就任总统以来访问的第一个非东盟国家。菲方透露，马克思在抵达下榻的酒店后接受了第一轮核酸检测。在4号会见中方领导人之前，马克思及代表团成员又接受了另一次检测。马克思总统与中国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可以说他是当今世界领袖中唯一见过毛泽东主席的人。那是在1974年的9月份，17岁的小马克思和母亲伊梅尔达一起受父亲马克思总统的委托到中南海见毛主席。毛主席亲吻伊梅尔达右手的照片传遍了全世界。这一次小马克思作为总统再度访问北京，自然会百感交集。他临行前对菲律宾各界表示，菲中关系是深厚的，其实他自己就是亲历者。而且从现实来看，马克思带来了十几份合作协议，并且除了第一夫人路易斯，还有马克思的姐姐埃美、众议院议长、前总统阿罗约，以及外交、财政、贸工、观光和信息通讯技术等内阁部长，还有大约40人的商业代表团，涵盖矿业、能源、农业、废水处理等多个行业领域。马克思说，他期待菲中关系开启新篇章。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锡联更说，将开启中非关系新的黄金时代。从天时地利人和方面说，这都是有道理的。不过也要看到，这位马克思总统与美国的关系比前总统杜特尔特要好得多。虽说他这是当选之后首次的正式访问东盟以外的国家，但其实去年他就已经借联合国大会机会非正式的访问了美国。而且之后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菲律宾，又释放了美国将重回面向南海的苏比克湾海军基地的信息。苏比克湾是美军使用了94年的海军基地，直到1992年11月26日离开，而2022年正是美国人撤离苏比克湾基地30周年。30年来，这个面向南中国海的前美国海军基地已经成为繁华的自由港。苏比克湾大都会管理局雇佣了大约15万名当地的员工。而就在此时，才上任不久的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卡尔森11月9号参观了苏比克湾和美国私人公司博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今年收购的造船厂。一名菲律宾高级官员表示，曾经有两家中国公司想控制这个造船厂，但美国人介入了。菲律宾海军也开始占用造船厂的一部分区域作为新的海军基地。接下来就是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也就是贺锦丽访问菲律宾。其实马尼拉和华盛顿一直就在菲律宾新设立5个军事基地进行谈判，以根据加强防务合作协定来建设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设施和放置武器。所以30年之后，美国是否将重新回到苏比克湾建立海军基地，这对于南海地缘政治的走向有很重要的指标意义。好，这次就到这儿，谢谢你的关注。